真的假的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真的假的？所以青药新神仙要来了哈！真啊假啊？我看出来未？没有啊，他只是说可能要出来了，又没有说要出。古佛怎么这么没有印象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是的。我不是盟主吗？怎么还有盟主来信？难道说谁把我踢掉了？来北凉柱吼，北凉柱。我丢丢红角啊呢，我丢丢红角啊呢。哇塞，哇塞。OK 哈，今天做几个重点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先实战一下好吗？金是不是很久没有打了？神仙心在西西的。哇，说到这个游戏啊，我真的觉得说它系统真的太多了，不过这也是令人家钦佩的地方吧，哈哈。那就也特别再去神仙那边里面去做一个新斋，哦。阿宝，你今天影片我们今天讲新斋也是可以的，好，新斋系统，新斋系统。开始买起来了。所以抽到谁啊？我还没开始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有聊天的我直接抽了。来，最新的礼包嘛。来，我直接跟北海 PK 看看啊！我直接跟你协作看看啊。这是北海玩家。他到底有没有数据可以看呢、啊？不知道我看一下没有北海，你这一个很像是新的为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、北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，嘿。